没有那个黑鞋。那个明明就是。所以你说这边是早上晒太阳，对，早上在这里。哦，右边是东边。东，那所以前面是北边的。这里会有东北风吗？没有。哦。哎，可是厕所盥洗的在那里。行不行？你比较小，你要坐小。上面套，套不进。是。上面比较长，要从上面套。它这个根本就进不去耶。对。才搭个车边站跟桌椅而已，就开始休息。开始在吃优格了，这两个臭家伙，臭家伙，拿过去，那里布布拉到那个上面。
转过来我这边。对，现在是放枕头时间，呜，打不开哦。
时间是早上，大概快八点。鸟叫声特别的清脆。园区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回到这里了。这里是我们的，来看看江哥哥，看看他怎么睡的。偷偷看看里面。江哥哥还在赖床。哎，你竟然躲到里面了，臭妹妹。在干嘛？躲在里面。比较温暖啊。你不是说不会冷？上面。草莓出来了。灯光布置完成，感觉真是太棒了。看到臭脚了。哥哥说要吃光了，哥哥要起床，早餐要吃光了。我也要。这样是什么？哦，四五道菜哦。你这样干嘛？倒了啦！哪有？不可以这样啦！哎，赶快呀！没得夹啦，哥哥没得吃啊。哥哥要准备起来了，听到声音。
啊，你有小孩。剪辑。断水一次，第一次的话尽量把粉整个拉高，